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绝圈，我是竹子。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各游戏中呢道馆以及补给站转盘所转出10公里弹池的各大宝可梦内容及其辅出几率吧。Here we go。 根据目前收获到的资讯，总共孵化了551颗的道馆或是补给站所入手10公里宝可弹，其中有106只为保姆曼波，为目前最容易孵到的，然后89只为岩狗狗，81只为火翁不倒翁，58只为喵喵，48只为功夫鼬，34只为差不多娃娃，一样的34只为毛头小鹰，29只为翁福。目前道馆或是补给站所入手10公里弹池里面最难孵到的，其中包括有551颗里面孵到21只里欧鹿，孵出率为 3.8%，雅雅方面孵到一样的21只，孵出率为 3.8%， 然后年年宝方面孵到19只，孵出率为 3.4%， 心灵宝仅仅孵到了11只，孵出率低得可怜，只有 2%。 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购游戏中道馆以及补给站转出10公里弹池可以孵出的各大宝可梦内容及其孵出几率，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里面最后跟大家说一下，里面最后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